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10月11日，生命记7章9节安尼讲，所以恁就知，就上主，恁的上帝是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，对听伊、遵守伊诫命的人，伊会受辱，施慈爱予因，直到千代。三个来祈祷，信实、受辱、搁施慈爱到千代的天边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永远，永无变化、永无改变的至高全能上帝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怜悯甲无限的疼痛，互阮通真做稳定的好个，领受你无比的福分。主啊，因着你信实的作为，甲对阮下罪的大恩，愿通脱离罪恶的捆绑，真多生命更新改变的光明之主。主啊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个通拯救，所以我就知只有你，我的上帝是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。对听你、遵守你诫命的人，你会受辱，施慈爱，予阮直到千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